这里，是这样子，这个在这里。我是这个地方必须产生一个，你看，对，杨总，你看，啊，是不是？这边被这边推上来，然后可以从这里，你看，一路，是不是？啊，再落，你看，再落，你看，这边落，腰落，飘上来，落化。看不懂？老师们都讲刘培忠啊，一动就停。对，手起来一定是身上有地方沉下去，好，不要用压的，是松的起来，好，你怎么一落再落，因为你是落不同的部位，当他在走的时候，比方我这个在走，我落这里的时候，我落，你看我的落的方向是这个样子，它是这样，它是不是这样动？那我现在我如果换腰，我换不同的部位落，你看它是不是转了？你看它是不是转过来了？好，我再落，我这个地方再落，它是不是又转了？再落，看不懂？因为你落了一个，当你停下来的时候，比方讲胯好了，胯是不是一个球？胯是一个圆球嘛，活动度很大嘛。当你这边落下来，停住了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你阻止这个球动。你是不是有力量？你必须用一些肌肉来阻止这个球动嘛？那你可能是用这边的肌肉，你也会用这边的肌肉，你也会用后面的肌肉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接下来要往这边动的时候呢，我就松掉这边的肌肉。当我松掉这边的肌肉的时候，球是不是就这样滚了，这边往这边滚，上面就动。这样走。啊？那所以原来你现在比如先落这个，对，然后你一动要落这个，所以不是，同样一个胯，它有很多方向。它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向。啊？那我就不知道。所以要去体会，来，你摸我这边。好，假如是这个胯，好，我这落，这是不是一个方向？这是往下落嘛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我现在要用我的左手往左去，我现在是不是停了？表示它有肌肉去阻止它在动嘛，所以我落这，你看，我落这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落到这边点来了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它往这里转嘛，往这里转，我的手就往这来了。好，我现在要它上来，我要它上来，所以我落哪？我落这里，我落这个地方，你看有没有？我落这边，它是不是就上来了？是不是？你看，我再落。往前有没有？所以在这个地方的，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很大球，它的范围就是一个圆形范围嘛，晓得吗？所以你有很多方向可以落啊，腰也是嘛，腰我不是给你们看腰的方向很多啊，就是讲到腰的，你刚好说我这样多了，就本来应该他落胯，如果变成转腰转一个，可是他腰可以转左边他，右边他，对他就对，你他我他直的这块肌肉，他腰嘛，是不是有一条肌肉？腰是不是有一条肌肉是直的上来的？当我松掉那块肌肉的时候，我的身体
自然是走这个地方嘛，自然是往前，它是不是有侧面往斜的？是的。我如果松掉那个肌肉的话，它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如果松这里，它这样子，我如果松这边呢，我松这一边，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的？它是往下的，那我转就是自己的力量。这样不懂？是的，是的。你如果这样去动，就是你自己用力，你自己用力在动。看不懂，肩也是啊，肩的活动度 也很大，肩的活动度也很大。我的肩从这里落，从这里落，跟从这里落，不一样的 方向嘛，是不是？不一样的方向，前面的方向就 不一样啊。这个是大关系。哎，看不懂。所以活动度大，你看我往这走，它是这样落，是不是？我往这走，你看它往这里落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往这里落是往前，我要捋了，我往这里落，它是不是就过来了？啊，是吧？好，我这样子，我往这里落，你看我往这里落。他就往这走，不要去做他落松，听得懂？你去尝试去松不同部位的肌肉，让他啪，让他过来。今天才有啊。所以要讲放松放松放松，因为你不放松，这些动作你没有办法做。就大家怎么看就是不太对劲，都跟老师不